五遍。你这一天他这离不开这一亩三分地儿啊，看你在家不闹，天天就长吃个鲜行。爸爸，大媳妇你不能嘴歇歇呀？我这水平口味我见都没见过，上哪给你整的呀？他给你比个圈，他给你小弟娘家。你就为了这口吃，你干到太平桥来了？你要把吃这口劲放对象上，你现在能担呢？要买都买了。妈妈，妈，我十块钱就买。买！你这一天呐！我们都是这款东北三省棒骨炖酸菜味薯片，它的味道真的很还原棒骨炖酸菜的味儿。咱从小吃到大的感觉，棒骨的脑子肉香和咱们东北酸菜的纯正鲜酸融合在一起，入口形象酥脆的，还带着菜的好处的酸，嘎嘎开胃。而且你看乐事多懂咱们东北，那本地文化元素都体现在包装上了。还有东北三省这几个大字呢，老醒目了。切，敢不你花钱了？娘，我小，我养你老吧。你先给我买一袋，等你老了，别说一袋，十袋我也不给你买呀。行，那就买一袋，我再来一袋。你那叫一袋啊？啊，用你说的吗？买一袋。终于又吃上这口。哎，咱那地呀，怎么也拖不出来。你妈给我咋拖的？想着下楼转转不？你咋还有呢？就你这吃法，我还不得尝吗？